宗旨有没有？最主要就是把你以前用纪念照片的方式，把它改变为感觉摄影。就是当你到一个某一个地方，你有什么样的感觉，把你的想象感觉找出来，那么用所学的摄影的技巧放在照片上，这样的话，这一张才算是你的。因为每一个人对每某件事情，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这个就是比较难。但是呢，当你这一步一跨出来之后呢，以后你所拍照的照片呢，全部都是你的，这个才是摄影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部分。